我们在顶上开两个口子，这样看上去会亮堂一点。放两块玻璃啊，不过看上去好像也差不多。我们现在把家后院的这一块被苦力怕炸坏的地补一下。好，在这里再摆上几个箱子。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甘蔗地长得怎么样了，好像是长出来了三个，我们现在收割一下，然后再继续播种。好，这边种上了五根，我们到另外一边去，做上对称的。OK， 我们现在没有种子了，等所有的甘蔗都长出来之后啊，我们把这个甘蔗地再扩大一下，到时候我们的这个纸啊、书啊就有来源了，是吧？不过现在我们还是比较缺钻石，钻石的话我们现在一颗都没有，还是得去下面挖点钻石。到时候这边就全部种上小麦，这里也可以放两个箱子。到时候我们还需要去砍一些桦木，然后把这个后院继续完成。然后这个地的话我们可以先种上啊，不影响，没关系的。一二三四，到这里为止，对吧？哎，我们才花了一会儿的时间啊，就完成了整个后院的小麦的种植。OK， 以后我们吃的就不愁了。现在我们有24个小麦，我们可以做点面包。可以。看来附魔台还没有那么容易做出来啊，我们现在借着这个种甘蔗的时间啊，再下地去挖一点钻石。感觉挖钻石的话对我来说又是个大难题啊，等我挖到钻石的话，这些甘蔗估计都长起来了吧。我们还是提前准备好一些工具吧。五把镐子。然后这两个石镐也弄掉吧。两个石镐也给它挖坏了算了，挖坏了以后我们就不做石镐了。好了，我们下去挖矿去。对了，我们还需要一个盾牌啊，到时候如果有僵尸了我们还可以稍微防御一下。别这样，等我拿出尚方宝剑啊。哎，找死呢你，是不是找死了你？这里面还刷怪是吧？给你来一个定魂符。啊，这边好多煤矿啊，感觉这些僵尸离我好近呢。哎，哇，又来了。哎呀，这什么东西啊？哇，这是干嘛呀你？女巫？哇，第一次见女巫啊！去死！哎，这家伙，你跑到矿洞里来干啥啊你？这什么？把这个石头扔了。萤石粉不知道是干啥的。那个女巫长得跟男的一样。出去了啊，换个地方，换一个鱼骨。要不直接开创造刷两个吧。哇，不容易啊，终于挖到钻石了。就这么四颗钻石又贡献出了几十分钟啊。看看这个周围还有没有啊，眼睛都给我干花了，这钻石也太难挖了。好了，现在我们去打几桶岩浆，然后就可以去搞黑曜石了。霸老板终于是得见天日了。哇，我甘蔗都长到三格这么高了，等一下把它们砍了。哇，小麦也长，哇，下去挖了几天矿，这小麦全部都长成熟了。Something out of my
it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tanding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So if I 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my heart'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I'm losing. I feel like you think that this amusing. Sitting there gaslighting and confusing. Was it me? Is it me? Am I deluded? I'm the one who's always sorry, the conclusion. Even though I offer all of the solutions. I wish you loved me like I love you, it's stupid.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m...这几个傻子，我真是服了。太爽了，小麦也可以全部收割了。哇，太爽了。好，我们现在做一把钻石镐。现在我们有了十个甘蔗，然后我们继续种啊。哦，这里还有，把甘蔗继续种上，把那块鸡肉给吃掉。看一下这个鸡肉能不能吃饱啊？三格饱食度是吧？哦，这旁边没水，不能种，是吧？哇，又来了！好好好，好好你个头哈！谁跟你哈？跑了跑了跑了！来的这么频繁干啥？哇，他们跑得好快啊！关门关门！好好，哎呀，好好，哎呦，好，哎，还有一个门。哦，等我把这个盾牌给带上，盾牌带上就不怕你耗了。笨蛋，哇，还有，不一般是三只吗？怎么这么多？想在我这偷点啥呢？你想抢点啥呢？好不容易挖点东西就想抢了是不是？啊，掠夺者，能不能靠自己的劳动啊？辛勤的劳动创造财富，创造价值，你知道吧？啊，上来就是抢，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啊，看，这么蠢，还想抢东西，有那个本事吗你？你还是，粘土球，粘土球是什么东西啊？好了，我们现在手上拿着十个铜子啊，到下面去打岩浆。刚才那个方法好像有点问题啊，现在我们先把水放上，等会儿我们先把水放上，然后再放岩浆，看是不是会好一点啊。
这里面是有一格水啊，我们把这个岩浆放在这里。好，没问题啊。打水，再打水，两格，再打水，三格。我们现在继续放岩浆。哎，这样就比较好了。嗯，怎么那个水没有了？哎，怎么又浪费了一桶岩浆？哇，巨亏啊！哎，这啥情况啊？不说好了一桶岩浆，一块黑曜石吗？哦吼，这我就搞不懂了。这不能四块四块的生产吗？看前面三块都没有问题啊，只有第四块出现问题了，不知道为什么。见鬼了，见鬼了！我再放个岩浆看看。啊，现在又行了。这四个里面只能搞三个啊。只能搞三个黑曜石啊。然后我们现在就得挖掉了。挖掉才能继续生产了。好奇怪哦。啊，这样也不行啊。这样也不行。刚才三块黑曜石，然后一块水，为什么不行呢？搞不懂这里面的道理啊。好，我们看一下附魔台需要哪些材料啊。四个黑曜石，两个钻石，一本书。书是一个皮革，三张纸，纸是三个甘蔗。好，我们现在材料基本上都齐了，还差一个钻石。还差一个钻石，我们下一期再挖吧。下一期只要挖到一颗钻石，然后我们就可以制作附魔台了。好吧，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